他在那个稻米地，出生在这里，直接上楼梯啊！不要，哪都别修。我得修大船。我知道你在大船，反正大船有一个的。来大门了，红点，大船底下，去人皇了。这很重要，去上厕所。要过半了，那先不用就算了。再保证。我再保他，反正你是个保护区，我还有这个。小丑和都还摸起来，那是。他打空了，还在死着。对小梦，对小梦，在梦，还在吧？接他，他传送的，我去抢门了。你别开，等他倒地，让他长点洞，长点那个脚洞。小门在开，你直接来吧。小丑也在这里，大门没人开的。你直接去大门的话，至少要36。直接贴门吧，门开了。他传我这。哇，直接飞出去了吧？这波帅，我这波保人可以吧？对。